今天我们带大家调一个盐焗母汤，调颜色的栀子黄倒进来，你看一下，金黄金黄的栀子黄，沙姜、草果、陈皮、丁香、肉桂、甘草、香叶、白豆蔻，要盐、味精、脂粉这些东西搅拌在一起的。好，放点水呢，我们把它泡实一下呢，沙姜新鲜了，有姜也新鲜了，放下的倒姜一下的。倒下来，慢慢煸炒它。我们把这个油倒下来，就把它给装袋，煮久一点点哈，煮个个把小时的，让它出味。现在这个盐呢，我们就倒进去开始调味。那我们调完了之后呢，下来，看到这就是我们的盐焗卤汤，调好了。我们可以卤什么呢？老母汁你放在煮个十来分钟，泡个几个小时，老汁、老鸭、老鹅、老鸽子、老鸡腿、老鸡翅，这些都是这样的。凤爪放下去泡15分钟就行了。今天带大家做的盐焗老母汁，这个就是我们的盐焗凤爪，出锅。这个浮沫啊哈，捞一下这个浮沫，敲开它。我们把台面啊、锅的表面啊、里面这些地方我们要擦干净它，擦干净了之后你烧开放在这里放着就行了哈。你可以烧开放在这样，这样盖是最好的。我们没有这个帘子，我这样叫做盖半盖。